延续了《魂豚与秩序 Online》扎实世界观的《魂豚与秩序二：末日救赎》，以600年后的世界为舞台，玩家们将成为过去英雄的重生者，为了拯救世界而战。这一次除了有类似爬虫类的新种族克拉顿登场之外，还加入了牺牲生命来供养特殊能力的新职业血骑士。玩家只要逐一进行任务，就可以一边体验故事剧情，一边探索新的区域。另外也有生产系统以及众多的迷宫副本和 PVP 内容等着玩家来体验哦。